今天买了一个这个叫芭蕉花，说是能吃，芭蕉开的花，说是可以吃，我还没吃过呢。好像是吃这儿是不是？吃这个花。哎呦我，不是得里边芯儿吗？怎么又就是很涩很涩的？哇，太涩了！看看里边芯儿吧，它这个外皮儿好像是太老了吧？是不是太老了？我把芯儿掰开吃看一看啊。我觉得芯儿应该能吃吧，人家都是怎么吃的？看芯儿是黄的，我还头一次见这个玩意儿。